的。这些红色跟红，这个时候，这些黄金就应该闭嘴，想关闭，没有他们讲话的份了。那么高人吗？你来了。不过我跟你说，啊、就是我妈妈说。那现在我们台北市是就是瓜子不一样，权力资源不同，都在你手上。这个是四基于民主制度最基本的。把火肉吃掉，知道吗？权力在你手上，资源在你手上，我当然就监督你。哦，所以未来这四年，我会紧盯着蒋万安不放，那这是我分内的工作。那么，蒋万安现在就可以看看这八年来我是怎么处理柯文哲的。展开现场，你在看电视啊？身份来参选苗栗县长的周东锦，他是以 4,600 的民调来选。